好，训练完了，好 ，OK。是不是老师？哎、欸，婷啊，你过来，看着镜头，是不是婷啊？对对，好。好，我们已经抓到人脸特征之后，我们再来做人脸辨识了。这边 Google 的，就是它是 Google 做的一个网站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 Start， 它这都英文界面，没关系，不理它。这边它有三种辨识，一种叫做影像辨识，一种叫声音辨识，一种叫姿态辨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影像辨识这里，我们点进去。训练完了，好 ，OK。是不是老师？哎、欸，婷啊，你过来，看着镜头，是不是婷啊？对，好。